想去啲大自然多啲嘅地方啊！我揀咗一啲主題公園都係圍繞大自然嘅。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唔喺鬧市嘅地方多嘅，因為我做 show 喺鬧市嘅，咁都會去 Vegas 嗰啲，都會睇少少 show 咁樣咯。但大部分時間都係去下啲郊外啦。留幾耐啊？今次會留幾耐喺嗰邊？今次total 應該都十零日咁樣咯，因為我又要翻嚟再做一個工作，所以先趕住翻嚟。如果唔係，我會再耐啲先翻嚟咯。其實又唔會喎，因為今日一翻嚟做嘢又好順暢，我覺得嗰樣嘢。放心，唔會唔記得做嘢嘅。但係應該都好食好住㗎啦，驚咩又再肥啲啦？可以。我已經肥咗好多啦，我肥咗差唔多10 kg啊！在一個月裏面你想著 hold 住呢個體重定係會減咧？我覺得我要將呢啲脂肪變成肌肉，係啦。咁有咩行動啊？你會嚇？有啲咩行動啊？自己做運動咯，因為我平時都係慣咗自己喺屋企做運動嘅，即係我少啲出街嘅，咁自己 train 咯。之前都一直自己 train 自己咯，咁我喺呢一個月冇 train 到，咁我而家補翻呢兩個禮拜就會做翻多啲運動咯。咁你個人？好似冇咁容易唔到豆腐啦，已經。我唔豆腐啊 ，OK 噶，我而家好大隻下噶，我肥壯噶。即係都冇出啲小意外咁樣咯。冇意外啊！不想跟你分開，多艱辛亦負載，仍想。